并没有很多人的感觉哈。哦，里面有放没？上面写，我这边拍不到，还是 Be happy。很酷哦，他们这个袋子都是手工做的。这冰淇淋在阿罗纳比奇有看到，就这个冰淇淋都很多人排队，超级受欢迎的。呀呼！我们从那个，我们在邦拉阿罗纳比奇，我们从阿罗纳比奇骑车过来，大概半小时吧。刚刚有骑过头，又在发现，过头了，又再骑回来，往海边。小路骑就发现这个地方了，这边叫做 Boho Bee Farm 薄荷蜜蜂农场，应该这样。在这边应该是养蜂吗？好像是哦，我们等一下再仔细看一下。那进来都是很多有机的，然后有面包店，然后有手工艺品，有餐厅，好像有花园之类的。我们才刚走进来，因为肚子太饿了，还有咖啡厅。超好吃哎！台湾的虾饼，就是台湾虾饼吃起来感觉比较便宜，这个感觉吃起来比较好吃一点点，味道少一点，不要这样子都超级好吃。筷子。酱好吃，你好不会夹哦。不是，它那个面好像有点粘在一起。哦，面好像还好，粉粉黏黏的，全部粘在一起。所以面还好，但整体是好吃的，超不挑，好吃。一些木汤匙，这是什么？的目的地在下午4:40的时候到达 Y Beach， 就昨天没有到的，因为我们今天绕一圈我们的那个今天的地图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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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边 Boho Bee Farm，
然后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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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玉米园，然后就一路 pass。但是我们遇到一个教堂，还蛮有趣的。教堂之后，我们到了一个 cave， 然后到 cave 就觉得它是一个天然的中午洞，很酷。它下去之后还可以游泳跳水，但是光客超级多，超级多。然后就会觉得，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外面发掘一个天然的瀑布啊，或者洞，然后在里面游泳，就会觉得超棒。但是一个观光景点下去啊，一堆人全部都在那边游泳，就就这样，对，所以但是还是有游了一下，然后出来去 Momo Beach， 那骑了大概15分钟，颠簸的路途骑到 Momo Beach， 就哎还好，就是漂亮，但是感觉不是说贴在那边会很舒服，所以我们又在整个环到东边，整个环到东边再到 Y Beach，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享受最后的阳光，那阳光很快没了，捞平捞平捞。这样，偏老偏老。